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儒家的中庸之道到底在讲啥呢？啊，孔子的孙子，我们刚才说那个孔吉，对不对？他还有个名字，他字子思。那这个孔吉呢，他也是儒家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呀，我们知道孔子呢，他其实挺，怎么说呢？命运对他来说呀，其实是挺恶作剧的。为什么孔子非常厉害，对不对？但是他的儿子呀。不行，他的儿子呀，学习特别差，而且没有悟性，在儒家思想上并没有自己的体会，所以也没有任何出名的著作，也没有太多的成就。所以孔子非常厉害，他呢教了很多非常厉害、非常有才能的学生，可是唯独自己的儿子呀不太好。不过呀，孔子的孙子却特别厉害，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孔吉，对不对？刚才所说的做中庸的这个人孔吉，也叫做子思。子思，那子思做中庸这本书呢，非常合理的概括了儒家的中庸之道。那中庸到底是什么呢？小鱼老师啊，来举一个例子来解释一下中庸和平均的区别。我们听中庸这个词，大概知道是做事不能走两端，你要取中间，对不对？也就是呀，你不能走太极端的路，哎，因为呀，太极端总有失误，总有失败的地方，而你保持中庸就可以取得最大的利益，对不对？哎，那它呢又跟平均不一样。有一个例子是这样说的，比如说呢，哎，你看到啊，你这有一根棍子，好了，它下面呢有一个支点在支着它，这样支着它。那我们看到，比如说小叶老师这样支着这个棍子，哎，结果这头短，这头长，那这个棍子可能就会往这边翘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玩跷跷板，假如中间那个板呢，它呢放在了靠左边一点，那可能这个板呢就靠右边了，对不对？那这个板可能就落到右边去了。那如果平均的做法呢，可能呢就会把这个板给截断，截成两边一样的长，这样它就会平均了，对不对？但是中庸的做法呢，跟它不一样，它呢中庸做法会把下面的支点换个位置，换到中间。可能呢小鱼老师解释了这个，大家还是不太明白中庸和平均到底有什么区别。但是呀，小鱼老师想告诉大家的呢是，我们要知道中庸的最关键的这个中和庸。虽然你不理解，但是我相信等到你长大了，总会明白。但是我们现在要了解的是呢，做事不能偏激，就叫做中庸。哎，比如说某一件事，哎，你总想做到极端，哎，不管怎么样，极端的好，极端的差，都是不可取的，对不对？而做到中庸呢，能够保证哎你最大的利益。总之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之后可以多去了解一些中庸的相关的故事。好，那我们接着看第四本书。哎，这里的拼音有点问题，那我们来看啊，哎，先看这个拼音，哎，字修齐，志平志，应该是这样的。做大学乃曾子，可能是呀，这个 PPT 上传的时候，这个格式出现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做大学乃曾子，第四本书呀叫做《大学》，是谁写的呢？是曾子这个人写的。曾子呀也是孔子的弟子，是他的学生。那字修齐是这个拼音，字修齐，志平志，哎，也就是呀，大学讲的什么呢？从修齐讲到了平志，修齐平志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曾子，我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曾参，是孔子的弟子。那么他在《大学》这本书呢，强调最多的一个概念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家听过这句话吗？很多人呢就把这句话当做自己的座右铭，说呀，古代人呢，他们终生追求的抱负呢，无非就是从最早的是从自己做起，让自己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人，叫做修身。然后呀，你去齐家治理家，然后呢，你再去治国治理国家，最后呢，你才能够平天下。但当然呢，我们现在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去当天下治理天下的人，对不对？他这个呀，更偏重于最古代的时候。我们知道，最古代的时候，家和国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家和国。那古代呢，其实是一个单位儿。哎，古代呀，说是哎整个天下，其实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国。而说的那个国呢，指的是
诸侯国，哎，国王啊，把那些小的国家分成一块一块的，给一个一个的诸侯，那叫一个一个的国。那诸侯呢，再把他的诸侯国再分成一个一个小块，让下面的人去管理，那就叫做家，一个家，一个一个的家邑。所以啊，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成现在的，哎，市和省，然后这是国家。所以古代人呢，觉得这是一步一步能够去把自己的影响，把自己的优点，把自己的美好的地方传播给所有人，来让这个世界，哎，体现出你的光彩的一个慢慢的人生理想，对不对？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古代呀，每个读书人他们的理想。好，那我们说关于曾子呀，他写这本书是这些关于大的这些思想抱负什么什么样的内容。但是其实他个人呢非常有人格魅力，他在修身这一点呢就做得非常好，他把自己的人格呀修得非常好。那他怎么做得好了呢？我们要讲一个关于曾子杀彘的故事，这个字念作彘，哎，也就是猪的意思，就是说曾子杀猪的故事。讲了什么呢？这个故事不是在这本书里的，是其他的，哎，其他书韩非子的书里面提到的。讲的是呀，有一天曾子的他的老婆要去集市上去买东西，结果呀，孩子就跟着，我们大家也一样，对不对？妈妈要去超市，你经常叫着啊，妈妈，我带我一起去，我也想去。当时他孩子呀也是叫着说，妈妈带着我一起，我也要去。那妈妈想着自己有事儿做，带着孩子可能耽误事，哎，然后呀就不想让孩子跟着，对不对？那妈妈就说，哎，你不要跟着，不要跟着，待会儿我出去回来之后，你要不跟去的话，我就回来给你杀猪吃。那古代呢，没有买玩具，没有买巧克力这样的，就说呀，如果你听话，不跟我出去，那我待会儿回来就给你杀猪吃。哎，结果妈妈说完这句话之后呢，等到妈妈从集市上回来呀，曾子呀就在旁边准备杀猪了。那曾子的老婆，他的夫人呢，就在旁边非常惊异，说，哎，我就是跟孩子开个玩笑，你怎么真的杀起猪来了？哎，那曾子呢？我们知道曾子是什么想法呀？曾子说，你怎么能这样想呢？孩子呀也是有自己的思想，对不对？哎，你要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去感染他，你跟他许下了这样的诺言，可是却最后没有做到，那孩子从此肯定学会了你这一点，跟别人交往再也不会诚实守信了，对不对？所以呀，我们说曾子呢，在用自己的行为教导孩子要诚实守信，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说曾子杀猪这个故事，可能在我们生活中出现很多。那你觉得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可能你的生活呀，也会出现很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妈妈、爸爸可能都许诺过你很多事情，可是他们并没有做到，对不对？哎，这一点呢，小鱼老师还真要批评批评爸爸妈妈了。我们说，有的时候善意的谎言是好的，可是呀，在有的时候，在对孩子这种事情上，为了糊弄孩子，可能啊，去失信于孩子这样的事情，是爸爸妈妈做的错。下次呀，如果爸爸妈妈这样对待你的话，你呀，要义正言辞的指出他的错误，而不能像他这样学习，对不对？哎，我们说我们要诚实守信，向别人许下的诺言就要去做到啊。所以呀，曾子呢，用自己的亲身故事告诉我们，爸妈呀是自己孩子最好的老师，要从自己的一言一行、言行举止、言传身教来去教育孩子，对不对？好，那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那好，最终我们学会了这四书，对不对？那古人呢，我们说学了小学，然后学了四书，接下来学什么呢？中书熟，孝经通，如六经，始可读。哎，说古人呢，中书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四书，四书读好了之后呢，哎，小学学好了，四书也读好了，这时候你还要去学习孝经，也就是24孝那样的故事，去明白古人怎么去孝顺自己的父母。了解这些之后呢，你就可以去读六经了，这才可以读。那六经到底是什么呢？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什么意思呢？说呀，六经指的就是诗、书、易、礼、春秋，哎，这好像总共只有5个，对不对？那这个六经到底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六经到底什么啊。刚才我们已经罗列了四书，对不对？四书指的是孔子的《论语》，孔子的，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的孟子，以及啊孔子的孙子子思，也就是孔子所写的那本《大学》，还有孔子子思写的是这个。
然后呀，还有刚才说他的弟子曾子写的《大学》，还有他的孙子写的《中庸》，对不对？所以是《孟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那六经呢，指的刚才所说的《礼》《书》《易》，还有《礼》《书》哎《诗》《书》《礼》《易》《乐》《春秋》，加了一个《乐》。哎，我们说有两种说法，有的时候说五经，有的时候说六经。五经的时候呢，没有把这个《乐》算进去，但是如果算上的话呀，这个也要把这个算进去。所以我们说，刚才我们说礼乐射御书数，对不对？所以古人也要学习音乐。那这个音乐有的时候算进去，有的时候不算进去啊。那这些呢，就是古代人呢他们学习的经典教材。现在我们上课呢，有人教版、苏教版各种版本，对不对？那古代呢，他们是统一的教材，他们的经典教科书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四书五经。学完那些小学基本知识，就要去学习四书五经。而刚才所说的六经这个六个书呢，具体的名字可以解释成《诗经》，我们现在所说的里面全是诗的那个《诗经》，以及《书》《尚书》，讲究那古代的政策的。然后《礼》就是古代的礼仪、《礼记》，还有《易》《易经》。我们说《易经》啊是最深奥的。然后呢，《乐》，哎，这个《乐》打错了，是这个《乐》，哎，《乐经》好。然后还有啊，最后的是《春秋》，对不对？好。那我们说明白了四书，明白了五经，哎呀，人的基本学问就已经了解了很多了，对不对？那六经的内容呢非常多，小鱼老师呀没有办法在课堂上完全告诉给大家，我们课堂时间有限，对不对？所以六经的内容啊，今天就交给同学们自己回去，你去再去增添一些，哎，增添一些课外的学习时间，把三字经里关于六经部分的内容再来学习一下。好，那读书人学完了四书五经之后该学什么了呢？经记名，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哎，六经读好之后啊，就可以读子了。哎，子这本书，子这样的书呢，是把那些书里面的最重要的内容给哎撮起来，然后呢记载了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大事，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子书是什么呢？还记得我们如果学习了暑假班的同学可能了解我们的诸子百家，对不对？那诸子百家呢讲到了法家、墨家、兵家、纵横家，还有道家等等很多学派，对不对？我们说在春秋时期啊，很多人对于国家的理解不一样，有的人觉得呀国家应该往这个方向走，有的人觉得呀国家应该往那个方向走，总之各有自己的意见，对不对？那他们呢根据自己的意见写了很多事，写了很多故事。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了曾子杀猪那个故事，其实就是哎法家韩非子的一部书。所以我们发现子这样的书里面都是比较有意思的内容，它不像经典书教科书那样全是要记忆要背诵的内容，而子这些内容呢就相当于小朋友们的课外读物。那古人学习了那些正统读物之后呢，就可以去看一看子这样的课外读物来扩展你的知识。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再回忆一下当初我们讲过的诸子百家的故事，看看诸子百家分别在讲些什么。如果有兴趣啊，可以买来诸子百家的书具体了解一下。好，那来小鱼老师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学习什么了呀？今天我们跟着读书人，跟着一个古代读书人，哎，去掌握了一下古代读书到底该怎么学习，对不对？看起来呀，好像比我们烦多了，比我们还要累。假期比我们短，考试比我们多，学的内容还比我们难，对不对？还要掌握那么多技能，还有那么多课外教科书要看，所以其实还是挺累的啊。不过呀，我们学习到他们学到的四书还有五经这些呢，其实到放到今天也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找来看一看。那我们说四书五经分别是什么呀？四书有《论语》《孟子》《中庸》和《大学》，对不对？所以发现四书呢，全是四书五经全是儒家的经典的书。所以我们发现中国古代呢，儒家呀是占统治思想的，其他的思想啊都是次要的，这些是教科书。然后呢，接着我们在其他的学习过程中呢，我们了解到了五十步笑百步，这个典故出自哪本书呀？还记得吗？啊，对了，孟子。我们说孟子讲故事特别擅长举例讲故事，哎，非常气势充沛，所以他讲的这个五十步笑百步的事，讲的是啊，有些人呢跟你一样犯了错误，可是他却没有自知之明的在嘲笑你，对不对？他的程度虽然轻了点，但是一样有错误，对不对？好，
曾子杀猪告诉我们，父母要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去教育孩子，要教育孩子诚实守信，对不对？好，然后呢，孔子还有孟子还有孔极分别什么关系啊？我们说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孟子呢是仅次于他的一个圣人，而孔极呢是孔子的孙子。好，那我们还有了解到诸子百家，这个也是需要我们课外拓展内容，大家如果有兴趣课外再去了解一下。好，那今天呢小鱼老师还要布置给大家小任务，因为三字经关于重要点节内容很多，我们课堂上呀无法全部呈现，所以大家呀下课下要把六经的具体的知识可以去了解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诗经，诗书礼仪乐春秋这样的书具体了解一下，然后呢还可以自学三字经的重要典籍部分里面关于六经以及尔雅的知识，就是我们所说中间关于六经的介绍还有关于尔雅等书的介绍。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学习尔雅语文课堂，对不对？这个尔雅呀可不是网校自己老师编出来的，这是中国古代的一本词书的名字，对不对？三字经里也有关于它的介绍，如果有兴趣你下去一定要去自习去学习。好，那今天呢关于三字经重要典籍以及伴随一个古代读书人旅游的过程到现在就要结束了。好，那如果哪些地方还有疑问呢，可以翻回之前的视频再去浏览一下，有问题的话可以到家长会里去找小鱼老师咨询。好，那今天的课呢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